就阿弥陀佛。敌方禁用英雄。选择英雄。好了，再来躺一次全旗吧。敌方选择英雄。北七，北七修分离，野哥不在睡觉了。啊，干，我忘记讲，等下被全走。哦 ，Visenger。Visenger 啊，这场有艾里啊，不好发威。哇，莫拉被你选啦、啊，小帅啊，那个拉兹不帮莫拉选啊，对面都有罗尔，还选拉兹。看来这场要小帅了，这场不用参考了，看阵容就觉得要小帅了。手抢沃马尔是蛮常见的事情。对啊，全能跟大技蛮大的，不过重点在跑速。敌方选择英雄。又一个要吃嘴的啊！啊，他不帮 P 5选莫拉，他选了一个拉兹，啊又要嘴这个新角，那新角都很可怜，新角都要被嘴。剩10秒。蝙蝠侠刚出来不是一样杀到下下叫？那龙马出的时候也是杀到下下叫。那每一场都要嘴，可是这一场应该是不好打，因为对面是莫拉，还有一个艾里。艾里会直接冲到我们的脸上。不过他应该在凯撒路，所以还好。但是下路是勇跟查格纳尔。应该不太好打，就躺前起了，只能躺前起了，不然怎么办？出跑鞋，你神经病哦！你就是要一直用你的被动去打人，你还出跑鞋？没有什么练脚，应该是说测试装备，这操作又没有很难。就三颗按钮而已，是要多难？重点是试装啊，装备要测试过才会知道的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我觉得这样破格蛮北岸的、啊，布置好陷阱，我们必须行动起来。敌人消失，开始撤退。
这样 poke 真的蛮北蓝的，他根本都出不来。不行了，收到一个莫拉，推塔、啊、大哥还在追啊，进攻敌方防御塔，那这边优先推塔，推力嘛，保持警惕，他生气都是你们惹的啊。推你的嘛，推人家都出来了，被气哦，还在那边偷懒，我有塔不推。哎，啊对面怎么没人来？哇，那个勇直接被放生哎，好可怜哦。我白痴，不要吃那个蓝不就推掉了。这边不可以放一颗，然后这边放一颗，这样就代表下路安全了。你找塞亚利？哦，艾里呀、啊，哇！喂，这个狐狸到底是要送怎样的啊？受不了！他的E技能会有一个延迟，类似像马洛斯的拔刀斩，你有时候往前走的时候按下去，他会拉不回来，这是好像一个 bug。你点下去的时候不能拉，还是大绝？刚不知道是大绝还是E技能，点下去的时候会不能拉，会拉不回来。哎、欸、，E技能拉不回来。又不能拉了啊！喂，不要卖我啊！哇，在干嘛、啊？为什么不退掉？哇，送人家一个双 buff 啊！我直接放生不就好了？靠腰，坏习惯。不行不行，你这个坏习惯不能现在改。哇，双 buff 哎、欸，看这落匪了，400就双 buff。请求集合。要被罗秀了。游戏推塔，请求集合。
是我一生的榜样。跑车来了。跑车没在跟你开玩笑的啊，进场就是收割啊。喂喂喂，是想要打怎样？喂喂喂喂，那你当人家都不会玩了、哦。A 七，我一个低能就死了。他人生就只有吃魔龙跟推塔，我都以为对面不会玩，靠腰，有这样吃的哦。有草的地方很强，没错，但是你要走得到草啊。这个 poke 很好用啊。敌人消失，进攻凯撒。你看他追不到我。人都在下了，被我掉下去了。他们一定觉得很靠北，我怎么一下子在下路，一下子在上路，根本抓不到人。哇，为什么是我扛塔、啊？不然他就死定了、啊。干！果然啊，这个伤害真的很高啊！这套出装伤害真的很高啊！那几乎每一下都爆啊，连大绝也会爆啊！那收野超快的、啊，我根本没有打野刀、哦。那我没有打野刀，直接把野区收一轮了、啊。你看，我不用野刀，直接这样收了一轮，觉得开心。想干嘛？没有被尬过是不是？没有被尬过是不是 ？no 嘞！啊，我们快跑车你！玛莎拉蒂耶，你是跟你开玩笑的啊？啊，不用推兵线了、啊。哦，进场收割。
哇，收光光，好爽。Triple kill。哎、欸，拦住了，拦住了！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个姐姐陪我一起长大。靠腰啊，被抢走！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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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残血了，不要跟他玩。哇！我尽力了，我镰刀已经出了，应该是 GG 了啦。哦，我的爆炸爆了他哎、欸！神之陷阱啊！喂，这拉兹在干嘛？哇，被一波了 ，GG！ 拉兹，感谢你的送头，我觉得你这个送头送的不错，觉得蛮棒的。您这个送头，我觉得不错啊，送的好。刚没有急走啊。我想说镰刀应该进去可以直接把全部收光光哎，结果没办法、啊，可惜。音乐在召唤我们。妈，你要打得赢才能推塔、啊，大哥。我很小哎、欸。大脚好像不算全能诶、欸，哦有算，打一波凯撒不就好了？急什么？我最大的幸运就是有个姐姐陪我一起长大。干，这个艾里没被尬过是不是？没被尬过是不是？No 嘞！我们能赢，请求集合。游戏推塔，还推啊？哇，人家就有罗尔，你还推？是凯撒、啊。集合，进攻凯撒，开始撤退。请求集合。我们必须行动起来。高腰好痛啊！买错了，买这个。哦，我抄袭的、啊。新的力量已经融入我的身体。稳住，我们能赢。请求集合。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。请求集合。我最大的幸运，百分之百暴击流来了。请求集合。
干，这螺好痛哦！靠腰，他们想偷推啊，白痴哦！那不打团战在那边推，那是哦，这到底在急什么啦？哦，受不了啊！到底在急什么啦？有凯撒不跟人家打架，靠腰，那是北七哦，那三路全破还在那边分推，你老嘞，那你就只会吃魔龙跟分推是不是？啊，小兵还没来就要丢大绝，靠腰，干嘛现在唬你哇？那少了这个狐狸，不知道多好打。他们会硬爆啊！请摆陷阱啊！防止硬爆、啊。露娜，是我一生的请求集合。没音爆，请求集合，没事。无脑三小不会被偷爆是不是？低能哦，我怎么半夜都一直低能？看完了，完了。行啊，我觉得这个全能不好用，还是要鞋子啊，不然跑太慢了、啊。就全能跟镰刀互换好了。我最大的幸运，稳住，就是我们的赢。你点得到才有鬼啊，八七。啊，假赛！哇，假赛，靠腰！哇！哇！我一个致命失误！哇！假赛！假赛啊！假赛啊！哇！走出去刚好看到莫拉，这个视野真的是每次都会站这样子，就突然间就呜，人头就跑出来了。